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哦耶耶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转教室。你看，乔斯的一张图片，他说用这个束带就可以把这个车这样有没有？杠杆可以吗？不知道啊。今天是科比之破除是不是传说或者是迷信还是怎样？我们不管，我们做了就知道了，到底可不可以？四包，一个避震器要绑一包啊。一个避震器绑一包，最省钱的，把车身这样有没有？唱链，把它唱链了。我们试看看呐、啊，会不会这样等量啊？等到料，试试看看会不会變。我也不晓得真的假的，我们去试好了。先量一下多高，十公分差不多了。十公分，对，十公分。那边个盖个变矿瓦锥哈，啊、这边的绑，我刚才在研究。你是要一条一条拉吗？先束一束啊，到时候再压下去再拉，再拉，对啊，应该是这样吗？阿妈绑好几百条，对、啊、等一下这两个这样嘛，交叉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第四种是比较快吗？不是都这样？不是比较痛吗？这个就没有记住性了，这是绑而已。就绑而已啊，那就来绑吧。我要绑另一边吗？还是绑这边？这边应该两个人没办法绑。绑成这样，我看一下，看，老啊，别再苦。我把这树叶弄完了，绑好多、哦。绑，我把这树叶弄完嘞，我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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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完哦。哇、哦，真正一顺嘞。好啊，好啊，会晒哦，会啊啦，会晒啊啦。哦，啊，你白口位，你上面哪有啊？会啊哈，会啊会啊，这样好像可以开一个手工降低震的服务。好了，我们绕人来、啊，所以要叫人来增加重量。对啊，我们去叫了，几个大汉。我绕人来啊，来坐里面，坐前面啊，坐前面啊，我要绑束带而已啊。来了，我要先绑看麦。还是前面要一个人来压着？有啊，有，这样有哦，八公分算厉害吗？厉害了啦，原厂降两公分呢。老实讲了，我现在拉好不知道要怎么拉，太多条了。反正有看到就拉，我看这很努力的在增加重量。看到没有错啊，有无？一个先落来就我看。你先下一下，叫里面人出来看看。都下来了。这样有变吗？有。有变九公分，对，还可以再拉吗？我想要拉八公分。好啊，好啊，再来、啊。老板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上车，再上车，再上车。用站着，同一边站着。对，用站着可能比较好。好下，慢慢下来。9.5了，9.5了，8.5了，9.5，八点五，我想说比刚还要长，那就8.5吧。哇，先这样，啊，那边那路给那个都在这边，好换边。好，慢慢下来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是比较快，哎，1到8.5。哎、欸，那较硬嘛，很硬的嘛。哎、欸，我比较硬哎。啊，这样蹬得过来安怎啊？我唔知啊，等一下出去试车啊。哎、欸，那个毛不能剪啊，还是要剪？先不要剪啊，前硬后软，后面没有要绑。后面很难绑，后面一定比较软的、啊，你看，对吧？嗯，好，老板现在要试车了，我们试看看好了，看怎样。会不会一出来蹬剪，然后就断光了？应该没那么逊吧？束带是最强的嘞。你有看过以前我们那个摩托车去比赛的时候，龙头断了是用束带绑的嘞。要绑一绑还可以比赛，耐力赛啊！你让我们试车啊，一定在车上要放这个一杯水，啊、不能掐豆皮。谁的老爸有没有拓差的老爸？不是要放到不？我们技术比较差，所以这个我们再也是臭豆腐啦。再也是臭豆腐啊，不是嫩豆腐啊，我们是臭豆腐。你刚熟你也知道，里面就恐不到了。嗯，对啊。以前还没到真正考验的地方，有什么感觉？稍微比较硬一 点。可是后面很软的感觉。对啊，啊 CRV 本来就舒适啊，会买房子的。我们去买车子啊，车子跟房子都一样贵、哦、看你要买什么车啊？兰博基尼买不起，兰博基尼买不起。好，现在车得、欸、动辄都百万的嘞吼、哦。以前我小时候百万名车的，你一定是大拇指、啊。这里啊有没有？嗯、现在一台阿迪斯都快破百了，一台马三也快破百了，万、嗯、路皆涨，只有薪水。持平，我昨看廖老大讲，我一早抢话过，我十年前抢28,000，即摆抢偌济你知无？偌济，也是28,000。我是讲，咱唔是同款，
啊，但是无工啊，我得歇四工，就歇八工啊，啊，是毋是成本较悬哦？伊安尼讲，我是讲伊可能看足济，你知哦？吼，我听一个，啊，嘛是两万八。其实我比较好奇它会不会筋断这样。我觉得不太会嘞，因为蛮多条的。如果一两条，我觉得撑被它撑开了，撑松掉了。其实前面是真的有感蛮硬的，等一下回去也量看它有没有变长啊。对啊，我刚好想到，又回来十公分，就回去十公分，我搞不好绑一绑，什么声音都不见，不用换。我教你好了，反而后面有一些声音啊。对啊，对。欸、真的看起来 不太像 CRV 的感觉，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真的很穷的时候想改车降避震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可是重点来了，你一个人没办法用哎、欸。啊，对，像我们刚叫了，对啊，三个大汉过来，可能要把你那个麻将桌的牌友都叫过来，那就回去量一下高度有没有变。棒，哎，来猜有没有变？应该会，我猜在九公分。那我只能猜不会变的，啊、相信树袋的力量，它不会变。啊，差咖啡。前面一台 V60 哎，好好，我开过了，哈哈，你开过了，你有没有要买才是重点？等它折价多一点再约，现在好像没什么折扣哎。看你行头都买好了，对不对？还好啦，我现在买那个 Porsche 的雨伞哎，我们没办法拥有，最少买把雨伞可以的吧？好了。下车量高度。好啊。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九公分啊！看，真的、哦、哇，好看！你看分毫不差哎、欸，可恶！啊，另一边呢？应该是一样啦。哎、欸，真的呢？有没有？我顶到底了，不是我拖拉还是怎样啊？有没有？呵呵，阿内都有咖啡啦，连金呵。蛮好玩的嘞，好，等一下要剪，那拿比较利一点的剪刀哎，剪哦，啊干，剪不断，你还蛮抡的嘞，啊，我还没抡掉好不好？这样不会了吧？反正我们是参考而已啊，如果漂亮，它剪短一点，赶快要回到家转摸啊。科比理发店还是理容院？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们是客制化的。好了，等一下，多大行受伤啊？你管，真摸啊，真捏摸啊，没办法，算了，耶！台长，你看我们实测结果是成功的，原本十公分，好，我们把它降到8.5，对不对？后来去绕一圈回来，回弹回去一点点，回去九公分，就最少我们降了一公分。啊，你如果要降低一点也是可以，可是你看哦，你越低，你空间越小，你手就越难弄。除非哈，你有一些器具可以把轮胎拆起来，啊，你用千斤顶把它往上顶，就一个人就可以用了，那个空间就很大，就可以绑。重点来了，可以撑多久？这我就不知道。最少网络没有骗我们，真的是可以降低。好啊，多久我真的不知道。拆起来感觉真的是有明显的变硬一点，我觉得哈，你绑到剩5公分好了，应该会更硬。你就是买最长的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还有更长的，我们是买30公分的，就跟大家乡民一样长啊，我就买30公分的。各位居奶，各位30公分的乡民，不是都这样问吗？好，我测试的结果是可以的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好啊，我看到如果有网路传的任何的消息，我可以做得到，我就实测一下，不要什么稀奇古怪的啊。对啊，也可以传给我们。对，那我们試試只要我做得到的话就可以了。耶、yeah ！ 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这是我们上次用的避震器啊。嗯。后来。拔下来才发现，你看，有歪歪啊那个，那所以整只就坏掉了。没有，本来我们就是要换掉了啦、嗯。所以这个东西哈，好玩就好了啦，好，不要轻易去尝试了。放那个比较实在了。自震垫。自震垫，对啊，比较实在。好，阿弟那边拔过两个转波浪来拔啊。然后据说那个螺丝也都坏掉了。我们用了之后，它软变弯弯的，嗯，所以就拔下来牙就会去稍微伤到了。嗯，对啊，反正这个是换掉是还好啦。可是。有人拔很久，苦主拔很久，那个牙歪掉，我动作拆不下，跟巨哥两个在那边搞。今天这就牙诶，手法就碎嘞。这样看真的蛮，对，蛮强的嘞。哎、欸，在上面看不到，因为我手进去就是想降拉降拉降拉而已。你们竖了多久？我竖超久的，一次瓦布。我竖，我竖蛮久了，我有遇到都竖蛮久了，好了，竖很久就好了、啊、这个东西就这样哈、啊，博君一笑了，好像好玩好玩就好了啦，
好，结果刚刚脊椎侧弯了，啊，像不像？对，好，侧弯了有没有？弯掉了。哦，这边很明显的这里，这看起来是第三节跟尾椎的地方歪起啊。节目效果啊，节目效果了，对啊。對好打个关呢，放掉，过来。这个是如果假设有一天你中听了有没有？来讲话，讲话我都听得到。真的吗？听得到。对啊，听诊器啊。啊，听什么？引擎啊，心脏有没有什么杂讯啊？你的心脏跳有没有杂讯啊？啊，这一样发动有没有什么杂音呢、啊？好，来，来。啊，这真的好像刚刚我刚好聊完手动卡。啊，像不像？像哦。像哦我刚刚看到外劳电动车，帅哦，爆改的，要不要弄一台？我应该可以，我上下班骑那个应该可以。哦，你在跟你的车一样，一个月应该骑不到两次。我的车哦，现在在住院中。你的车怎么了？你跟海丽一样，上次拍完片两台车都去医院了，他隔天去弄好，啊、昨天就掉车了。又掉车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什么呢？人哈、哦、不能嘴贱，他说啊，这个都小问题，没有掉过车，掉车了吧？是啊，你甲讲我应该知咯，讲啊。